我等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龙抓乌鱼的洋葱圈跟一个豆腐，这样392元。你刚点洋葱圈啊，你刚点油一千啊，洋葱圈是已经下下去了。洋葱圈有而且我们出餐之前都有跟先生确认一次是洋葱圈跟豆腐。不好意思。个人当下如果能有反应，我们都会直接换给他，甚至退他钱。放多少钱来用？当地加招牌，加到五米加。再一个洋葱圈，龙抓乌鱼的洋葱圈跟一个豆腐，这样392元。再一个洋葱圈，我等一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龙抓乌鱼的洋葱圈跟一个豆腐。饭店在那里，你叫我走这么久，台南绝对不会罚站，台中不会这样，很夸张哎。哎呦，你这个才南购物中心，那我刚才不是说到南港购物中心？你按没有，你就要马上跟我们讲，你要看那个倒转停车啊！对啊，你有点太旧了吧？我都站起来了，你也不会问我一下哦？我要注意路况，你觉得我要注意你吗？还是我要注意？好，我下次不会来台南了，够了。台中不会这样，很夸张哎！你们的司机先生也是很大牌。我们在台中不敢，那我可以下吗？待会儿。前面有站牌，不必隐藏站牌。好，没关系，你要这样服务，我会投诉你。我第一次一个人来这边玩，竟然是这样对待。够了，台南绝对不会罚站，你也没有客人点赞。拖了这么大的行李箱，你让客人是这样子过？我会记得你。饭店在那里，你叫我走这么久，下次回来才贵耶。